次世界杯已经拿了一个500的金牌了，这是你入队之后的第一个个人的金牌，对于你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开始？对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还继续可以拿，在北京也好好努力努力吧。我听说卖票的时候已经等了4分钟，然后就都卖没了，然后这次还是比奥运会的时候光注人也比较多一些，所以就是不是说有压力，但是可以说就是指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赛的那个精神。